这小家伙太坏了啊，在笼子里面都敢做出这种龌龊之事。中宫泰迪，红色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张，今天继续逛成功市场。好多老铁在饲养方面都是小白啊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喂狗小方法。首先，狗狗到新家以后，一定要把狗粮给它泡软，然后一个礼拜千万不要洗澡，更不能出去溜。晚上一定要注意保暖，其他乱七八糟东西一定不要乱喂，因为到家前一个礼拜它有一个应激反应。好，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打在评论区或者说私信我。今天马上进入抓狗模式，走起。西高地没看，他们家专门繁殖好狗啊，小布偶9个月了，公的母的哦，这个漂亮，这腿毛茸，咖啡边牧，黑色边牧，各个七百山东的啊，嘟，不过月份太小了。嘟，开脸非常好看。那样一只黑色雪纳瑞，甘肃的粉丝啊，非常的肥，看见？但是不叫它搁地下跑了啊，由于地下比较脏，天气比较冷，等一下马上大宝给它发着。小博美，这博美多大了？两个多月了。打疫苗没？打过了。累分的严重还是？啊？累分的严重啊？是狗粮不现实了。这多少钱？啊？多少钱？王柴，小豆柴啊，这体型非常小，这正儿八经的小豆柴啊，嘟，非常漂亮，给笑一个，嘟，笑一个，大哥张口就来，要6000，来，奶油式花豆，这多大了？两都有了，两多月，多少钱一个？1000，嘟，来。泪痕那严重了，来，拿下一只娇艳雪纳瑞，山东的粉丝，娇颜色的啊，颜色反光以后非常好看啊。咱都不搁地下跑了，由于天气冷的原因，等一下马上打包给它发着。今天抓了俩，一个黑色的雪纳瑞，一个娇艳的，非常漂亮啊。等一下约车给它发着。今天的狗市已经结束啊，有喜欢宠物狗的，有喜欢逛狗市的，给阿张点个赞，加个关注。咱们下期再见。